toi mo Maria, coro ci di su vola lento, vola mo na na c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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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 mo ha po lo sha me sa. 我们感恩呢、哦，感恩诸佛菩萨，佛菩萨的慈悲，我们以大悲咒来启动啊。过去呢，在聆听用功当中，我们也听到，大悲咒呢，总是在我们中华民族华夏文明当中带来的，也就是一份真正如同父母亲、如同母亲的慈悲了。当然，我们学习深入佛法，了解到观世音菩萨并不是我们口中说的女众，其实她是大无畏、大雄、大力、大智慧的一个平等、一个慈悲者，代表的在生命里面的精神、热情、积极、正向。大慈大悲。